光明与黑暗，相近却又对立的存在。这个案件的幕后主使者是屁屁雅蒂教授。屁屁雅蒂教授，这次教授盯上的闪亮秘宝帕兹 Pants， 他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，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呢。一起加油吧。听说你是一名优秀的侦探，光明与黑暗哪边比较强？马上让你明白，实行计划的时刻到了。面对最强的敌人，我来当你的对手，你能做什么呢？屁屁与屁屁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。抱歉，请容我。抱歉，请容我。无理了。电影版《屁屁侦探》，天才恶人屁屁雅蒂，真是不错的气味。